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界限中的自由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。神为亚当创造了丰富的生存环境，他给了他充分的自由，随意二字更是彰显了神赋予人自由意志。神也明明地指示亚当危险的事及后果。我对神给的自由经常视而不见，却对他的警戒心存不满，对他告知的后果不以为然。神啊，我必须承认我的顽梗悖逆，对你的恩典和赐予时常表现得习以为常，认为自己配得这一切，且值得拥有更好的。你在我的四围筑起篱笆，为的是让我免受苦难，我却偏要挑战，最终落入深渊。如今我明白，在主里我才有真自由，受主的管教我才有真平安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说我想说的话，但是叫我尊重别人的自由。啊，如果我喜欢被心。